演雕像呢？嘿，我等你等好久了，等睡着了。你等我干什么？扶我起来吧。来，哎呀，脚麻脚麻。哎，有什么事？ 上次在操场，你不是说要报答我吗？嗯。现在给你一个报恩的机会。上次单飞通过之后，我就留着这件衬衫，想你给我剪衫。好。你。要写一些东西吧，不能随便乱写哦。 知道了，你写认真一点。，不要随便敷衍我。吧。 不要剪到肉。 谢谢，先看看吧。 我们恭喜任远机长复飞成功，恭喜！你看，关键时刻还得我姐出马，是吧？哼，坦白讲，降落的时候遇到暴风雨，还真有点紧张，亏了你姐姐。我早说过你没问题了。哎呀，真羡慕，比翼双飞，想想都觉得浪漫。<笑>对了，有件事呢，跟你们宣布一下啊。 我呢，决定跟任远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。哎呀，闪死我了！刚才我就看见了，怎么不是无名指啊？我以为你们直接结婚了呢。没，我早就求婚了。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追我弟的人可多了，有些机会稍纵即逝哦。等我搬走以后，要不然把你妈接回来一起住啊？ 你想，你现在复飞考试也通过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是吧？再把你妈接过来。不不，你先这是两码事啊！我毕业那会儿我就说要把我妈接过来住，可是她死活就不愿意啊，说在老家又要教书，要忙又干什么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嘿，那你这么跟她说，你就说你给她找了个儿媳妇，而且马上要抱孙子了，你看她来不来？我哪有儿媳妇给她呀？不是儿媳妇，不是儿媳妇，女朋友，女朋友。 我们家的事儿，你少插嘴，是吧？<笑>
吴迪，你看我这领带，行不行？可帅了。哎呀，终于毕业了啊！对啊，可以真正。